我操他！我上上的逼，又有个误会。咦，累了，拿回来。啊。拿回来。哎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个还是新的，有点。 那现在小朋友，哎，绝对不爱新的。新的他，所以画的小朋友。旧的反正马上用烂了。小朋友画。嗯。好，125，洗完了。我买一个好电子琴。 我也唱好，那效果就好了。红花嘛，绿叶了，配的。你唱的再好，伴奏的不好，那琴也不好，那就效果就好。 搞好，不想没这效果，是不是？哎，弹一辈子琴，那上半辈子嘛是拉二胡，拉二胡，这下半辈子拉二胡。 过年时候会烧那个。哎呀，没得，他们会说的少。要哪些？你每回你每个月两千五退休的工资。我两千五。啊。我也两千呐。四千五。还有那残疾补贴，也就是一人一百。就是那些钱。啊。 那我们实现七点嘛？加上实现七了，哎呀！加上我那是现在实现过，你那我们加两百不实现七啊？那我们加两百的，那一万一百。对啊，一百一百了是。一万一百的。那我们加一百加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算你的。总共说，工资花了个残疾补贴。我算你的。一共要实现七百块钱。哎，对对对。它有很多。 看得见的，就是我们说看得见的功能，你也可能看不见的功能，它的熟悉程度比你们要快一些。哦，你也可以。哎。哈哈哈！这高音可以，这底下是伴奏音。 方向，却见一心仿佛，它在水的中央。你们走，你们走啊！好，你两个。你吃了什么？什么鸭子啊？
你说我跟两个，都过来了，22个中秋节了，是吧？你爽啊！从95年开始，这个时间是短暂的，人生的。还没到完。还没到完。还有那么多张啊。那给我。给我。就是我知道把你骨头给旁边，像我这个年龄，这是算多活的。哎，碰一杯。碰个杯。来。你摸你。好，中秋节快乐了。哎，你摸我的脸蛋，你觉得我是不是漂亮的女孩子？你原来蛮瘦。是吧？这80多斤，现在130斤了。哎呀，那胖的完全的可以说完全变了。你这说话不灵，我把你买瓶酒喝，会好喝完他的，你给我还会买瓶了。你妈喝多了，我招高血压吧？哎，不要紧，这世界上。好多事，有牛，有马，有么子，我人生是高尚的。我能够拖到人生的，我在享受人生的这个，一生的这个快乐的好处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拿来干，来、嗯，最后一干，哎，反正我这事也快的完了，没有多少了。那个不可不磨砂，只要我在，那不能等你去直接到处摸去，你看不见，到处摸啊，买东西啊，弄得齐啊。我尽量的照顾你，是不是？人们走到一起来的，啊，有今生没有来生了，是不是？